这个大 R 没有？你比如说翻阅吧，我刚刚不是就是用打 list 啊？其实打 list 比较简单，是 list 指的就是 main activity 的哦。然后翻阅吧 ID，因为同学会常常拼错字嘛，而且有时候你要打一串啊，哦，不好记，所以我都偷懒点下去打一个什么，打一个 F，然后就找到了，Enter 下去对吧？然后他问你 ID 在哪里？ID 的话你就打一个大 R，大 R 其实这个大 R 就登录档，点什么呢？点 ID。点就是T01 对，然后最后一个分号，那这个大 R 同学会问说，哎，这个大 R 在哪里？基本上就是在这里，在 journal 有没有 Java file 这个里面的话就会有个大 R。那这个大 R 怎么产生？各位可以看到有没有？我们会一定会有一个什么呢？一定会相关的是相关画面上面的元件都会在这边登记，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个 static final class ID 对不对？然后会有一个B01，它等于一个16进位的一个 ID 值，这个值的话是唯一的。那特别注意哦，这个值啊，想说，哎，同学，那有同学说，老师，那没有，我自己在这边打，可不可以？绝对不行，而且尽量不要去跟动这个大 R 里面的资料，它有点像是 reduce 了，它自己产生的。那通常这个一定会自己有，如果说你没有的话，请各位检查一下，因为刚刚好几个同学同样的问题，就是说呢，在 SDK 里面哈。这个也是在新版之后才有这个东西，就是说呢，你要看一下第三个 tools 里面。